真的买衣服不用了，免了，去买，免了，别浪费了。不是要给你们买一身，还有阿姨，有你，有浩宇，哎，有啊，感谢了，那就高兴。浩宇，现在到这吃饭，我烧个火锅就可以了。不是，去买点东西，还有年货，备一点过来。我家里都有，鱼不用买，鸡也不用买，鸭也不用买，鹅也不用买，不用买什么东西啊？要老。有一只乌鸡啊，不，黑天鹅，黑天鹅，自己家里养的，是独自长大的，然后熏过，又腌过，还有一滴滴的臭味，然后挺好吃的。千里有缘来相会，哦、月老就跟你牵线，哦，来，说牵线的事情，拜月老，好、哦，来，坐下，现在就说牵线的事情。前段时间，通过网络，通过观看我们的视频，我们在广大的网友里面收集到了，就是有两个对李大哥这里还是有点意向的，一直没有机会带李二哥前去就是见面。当然女方也因为过年了嘛，年关了嘛，现在人家也不便来，就是说一会儿你要跟人家通个话啊，或者是视频一下，我发一下，看一下他愿不愿意接，愿不愿意露脸，打个电话给他啊。你不是，他不是把你拉黑了、不是那个，哎。他说你。现在他是湖南女子，离过婚，有一个女儿，然后现在在浙江。啊，我们听一下他怎么说啊。等一下跟人家问声好，知道吧？啊，不要乱说话啊。没文化。没文化就别乱说话。嗯，反正你。没接。是不是五岁了？哎，又不是这几点钟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phone you dialed is not answer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马小姐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就是刚才没那么有理，没那么有理，那就那就听懂了吗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，你现在这位小姐姐没有接电话啊，我再打一下。给你看一下相片啊，漂亮吗？这是她女儿，看到了吗，阿姨？她人蛮好的。她也是你们湖南的。多大了？30岁左右吧，30多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又没看到本人，这我喜欢他，他不喜欢我了。你不是你看行不行？行。确定？确定。就是这个样子，喜不喜欢？喜欢我们再谈。啊，可以。不是，好像好勉强一样，到底行还是不行？行。确定？行。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？喜欢类型。他愿意跟我过日子呗？你现在我行，他谁知道他行不行？哦，那我就这个事情我来帮你办嘛。来，大哥，你要这样说，你看一下，我不行，漂不漂亮？好，你哦，好看，好不好看？好看、啊，嗯，哦，不是为你找老婆，你别激动。
哎，阿姨呢？嗯，觉得他，就是这个样子怎么样？我看这个样子怪我什么事啊？啊？啊，那你喜欢呗？你喜不喜欢？啊，对你你我喜不喜欢、啊？你觉得演员怎么样？可以吧？好像也有点勉强。没有，其实就是腼腆。好的，那老实，腼腆。多看一眼，看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这他是过日子就可以，他要求的。他要求你能对他好就行了。啊，对他好，反正有一餐有三顿饭就吃就可以了。那你给他四顿嘛。现在只是三顿，他吃四顿，可以。嗯，对，二哥就诚实。我就喂他四顿五顿啊、哦，又怎么地？是啊，你别服了人。现在也不是缺吃的那个年代，对吧？是啊。关键了，他老实。不。我们现在发视频给他啊。嗯。刚刚没接电话。嗯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看看他会不会接啊？嗯。搞帅一点，嗯，帅多了，稀帅的帅，嗯，嗯，你妈给口水给我，啊，把那嘴巴死去了，不是，先把没人的嘴巴堵住呢，要喝饭了，堵住，堵住，就紧打了。牙齿酸酸的，等下不会说话了。你接，那咋弄呢？肯定他过年也回家相亲了吧？还没接，我觉得可能还缺少一点诚意吧。啊，相亲这个事情啊，真的是一个靠眼缘，二个要靠感觉。靠缘分，靠缘分，第一是缘分的。你如果要靠缘分，那么树长大了，你在树上都可以，树下面都可以乘凉了，那缘分还没来。你说，你刚才是说问我同意不？你现在打电话他接都不接，所以说不是靠缘分还是干嘛呢？那肯定人家有事呢，是吧？他没接呢。万一人家有事呢，是吧？我打小李电话。这个要两个人都要同意，一个人同意是空的。嗯。啊，因为小李有一个亲戚，也一。那表姐。啊，对。他那喇叭的表姐不是他的表姐。也有一点就是说匹配，二哥的。小李。哎。哦，大哥跟你说话。不晓得，你。那你 A 什么这里？小李，哎，二海哥，哎，刚刚下高速。你在开车吗？刚刚下高速啊。哦，那你停下来，我跟你说两句。好，你说。那个二哥大哥在我身边，就是你那个亲戚，现在怎么样？我要问我老婆。上次说你那个表姐还是表妹？表姐，嗯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他没有回来，他每天都，我刚才还刷到他的抖音，每天都在那里，他说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什么什么。一个人在外面不很孤独是吧？那肯定，那必须的呀，真的是。那你叫他回来呗，这里不是还有两个好兄弟在等着吗？老婆快点。我问一下他了，我等一下晚上我们回你海哥，晚上我回去问一下他了。好好好，好好。那个二哥等得好心焦啊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开车注意安全啊。一路平安。嗯，好。这两个八字现在都有一撇了啊，不是没一撇哦，有一撇没有一捺。这一层房子，二哥家的，听说当年
做房子的时候，一群泥工说你先拿15万来，我再帮你建好。这一层土坯就花了15万，加上里面的买东西啊，家电，他说花了20多万块钱，就这一层矮平房。我觉得他是被人家坑了。我那个大门都是一请别人装，要15000，我自己装的。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。走走走，哎，这买到衣服，缘分遇到一起，不是亲兄弟就是下赛过亲兄弟。你说那句话，我弟那时候走了，看着你不是。去买一套过年的衣服，到时候有女孩子来了，你也好穿新衣服啊。不是阿姨，有了你这个心意都有了，有了你的心意就够了。不是不是不是够不够，您年货也要办一点嘛，马上过年了，自己办嘛，不用办。去买点衣服，买对鞋子。不用，改天有鞋，我皮鞋都有5-6双。近期可能天天下雨，如果是天气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地给铺了，装点沙过来，然后搞点水泥，你们自己啊就铺。没我准备要自己把它建好房子，全部把它铺好。建好房子再铺。建房子，你像你装东西放哪里去呢？他不东搞西搞的，又把那个地搞破了，搞烂掉了。那你意思说你还要等建二层的时候再来铺这个地面？你现在有钱建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就现在我现在不铺啊，铺了样的一样的搞烂掉，又再铺第二道，不又多花第二道钱了。大兵说第一道钱发掉了，第二道钱也不要发，他把他的第一你现在把它铺好了吧。那车一搞进来样的，一东倒沙东倒水泥的，然后倒砖头，他不又破掉那水泥地。所以一次性他到第三层一样的，全部把水泥地一铺，上面盖瓦全部搞好了，就去把地也铺。那一定要盖三层咯。啊，是搞三层。盖一层的房子钱没有？没有。盖一层房的钱都没有？没有。没有，那你还想盖？我盖三层，我的理想是我这个房子要做三层。那人人都是兄弟样的，都是三层，我不可能比别人矮吧。所以说我站起来也比别人也不矮，别人都是三层，我不可能做一层吧。今年种地存了多少？没有，亏本。就占了一单那个拖拉机，2000，4000多块钱。那怎么干嘛？怎么干？明年出去打工。明年要出去打工。他说你只能吃苦耐劳，愿意吃苦就能赚到钱。去买一套衣服，买对鞋子。不是，你上车一会就回来了。我不是，有衣服，到这里吃饭饭，吃完饭走呗。我把你衣服扯烂了哈，扯不烂的。走，我的衣服很结实的。走，不用，破掉了。走走走，那个衣服。是有了你那个心意就有了。是，就买套。到这里。去买套衣服，我去杀他，到这里。你再拉我就咬你，还是拔了？你再拉我就咬你，是不是？啊！你走，买对鞋子，买套衣服，跟老妈妈有。有全部有，好比有。你家里有新衣服吗？有啊，有，不是说没有，是吧？感谢你兄弟的，你有的这个心意就可以了，就是这吃晚饭，就到这吃晚饭。我们走了。买，你拉上拉下。你们不去，我又不知道给你们买什么，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，又合不合适。就是这样吧，我家里有衣服，我大把的衣服。那你们衣服，那鹅你喜欢吃不？不要，哎，鹅啥也不要，鹅不要。你跟我去买衣服，我就接受你的东西，要不然我。不要你的东西。买衣服，我有衣服。他拿着。好了，不要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我发现你这衣服都不便宜，知道吧？我知道。好了，感谢你兄弟。好，快去。啊，快去。好，快去。我们走了。啊。推了个半天。8点8分8点过年。你不要拿，你那个是鹅啊。你说黑天鹅，黑天鹅，黑天鹅，你吃了还是吃？你每次都这样子。
拿了就不要给我扔掉，你再给我扔掉。好，谢你。不知道到时吃晚饭不？不，要到时吃晚饭了。不，改天再来吧。啊，这两天有消息我会告诉你。啊，先这样说了。啊。我就到这里吃晚饭，你。不用了。过几天再来吧。好，早饭。